哈哈，见到嘎嘎好高兴。嘎嘎救我。发生了什么？大家好，我是云南，我现在在新浩特，猜我要去接谁？我要去接莹莹姐。前段时间一直说，哎呀，莹莹到了，你怎么不去接呢？我这不就来了吗？我们从上海的那次嘉年华，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能够见面呢。这次他旅行过来，来到我们锡林郭勒，正好就可以见上的，然后明天接他回家。真好，这是绅士的男士专门为美女而点的，是吗？丰富的胶原蛋白，但是男士也可以吃一块啊。我一考虑，我说三位女士那就得叫多么加一道女士菜再点。这个是蒙古利宫男士为女神必点的一道菜。哦。牛蹄筋儿，牛蹄筋儿，美美牛手，美美牛手，吃这个超级好吃的，美不美吧？首先太美了，这叫做好源的奶酪。哦，好源的奶酪，这是纯奶制成的，哎，纯奶制成，上面带个枸杞，上面带一个小枸杞，哪怕是铁板的，趁热吃，必须要有温度。那我就赶紧来一块，哎呀，还是软软的，我还以为奶酪是硬的，还有草原芝士。草原芝士啊！我的天哪，赶紧吃热吃。这个奶酪是我们蒙古利宫自己做的，我们自己拿去，手工。哇塞，哦。是草原三宝：黄花、蘑菇和沙葱。哦，真是好办的事儿。让莹莹姐看一下我们内蒙人的酒量哟。要笑场了！哎呀，我天哪！哎呀，再给他拉近点！哎，你说这，哎，是不是？我必须得监督一下。你太清楚了。哎，远道来的，我现在就知道。这不行。没事儿，放心喝。大伙儿，我就豁出去了啊！因为你是远道来的，因为你是东北的高子，东北喝过内蒙的。咱俩一起来，先试一下。咱俩一起来，为朋友两肋插刀。哎，在草原睡，背哎往上一下，哎好，啊。今儿开吃了吧？开吃了，开吃了，开吃了。这个大点块儿。好好好，谢谢。等你事儿一个，等你再事儿一个。好，你吃嘎块大的。那静一下天是吧？不用，都已经静完了。非常好，真香啊！太香了。胭脂，是胭脂，因为很入味了。它这不是鲜明，它这个腌制好之后，然后经过烤，然后那个调到鲜味，然后出来之后还要进行四次料理。哎，这个太香了，你给我整块再烤，复烤，最香的，这个，太香了。
我这样说，真香，果然你他妈太香了，就太香了。谢谢大家，来朋友们，先入座好吗？谢谢。